蓝正龙惊爆离婚之后又停后，4日他照常出席台北电影节活动，不过整个人暴瘦一圈，让大家都非常担心。他也简单说明了现况：我跟佑廷都很好，然后我们也会一起陪小孩子长大，然后谢谢大家关心，那我们都很好。我今天刚回来一下飞机，我就去大埔找他们。他们现在住在大池，那我一个人住在日本的家。那我知道佑廷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生，她很有她自己的想法，我是尊重的。但是我们两个父与小朋友的爱不会改变的。那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改变，我真的很谢谢大家关心。但是我们其实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，真的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们是现在还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他那一天告诉我说，你要台北电影节嘞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去面对，然后也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。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个性很低调的。私生活这个部分好像不应该去影响到公众的事情，这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做事情的标准。那我谢谢大家关心，然后虽然我们跟佑廷已经分开了，但我们会一起好好的照顾小孩，然后再次期待大家关心，谢谢。Bye.